歡迎大家出席2017年公民教育展覽典禮。今年公民教育展覽繼續以尊重與包容、負責和關愛做主題，鼓勵大家尊重別人，包容多啲別人的意見，和教導小朋友成為一個負責任、懂得關懷和愛護他人的好公民。希望大家一起推廣公民教育，多謝大家。